术家李志明老师是中国武术全能冠军，北京体育学院、广州体育大学毕业，中国武术气功技术与理论专攻，中国全国武术比赛大会男子传统项目冠军，全国武术散打比赛大会第一名，国家级武术裁判员，2017年香港国际武术大会闭幕式表演金奖最佳裁判员奖，2020年拍制微电影《同步》获国际影展9项大奖。他的绝活李家鞭钢枪刺喉在日本全国各大舞台演出，男女老少都非常喜欢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李老师武术的精彩表演《中国功夫》。
好，好，起重，起重啊！
气功，顶的是一股气，气を使って戦った。本当に皆さん見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か？大家见过吗？这在中国都是非常少见的。我们李志明老师原来是中国全国武术冠军，现在呢在我们学校教武术，他的武术班是非常非常的人气，特别多的日本人跟着他学习武术，甚至有的学生呢一个月呢上十节一对一的课。好，那个とても人気の先生です。で、あのマンツーマンの生徒はもういて一ヶ月九回マンツーマンのレッスンをあの受ける生徒もいます。本当にあの素晴らしい。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是硬气功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软气功。好，我们等现在我们的李老师现在后台换衣服。那么呢，到底这个硬气功和软气功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一起来期待。好。